亲爱的朋友们，祝你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。既然叫为民服务，那就好好服务吧。服务干嘛？我们定的这个理念就是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。再过多少若干年，谁认得你沈林是谁？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经过的，都是这样一个经历。人这一辈子不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？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所以我觉得挺好，挺好，真的，我这一辈子我很知足，很知足。